是有一点兴奋哎，会兴奋，对，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跑五百障碍，太塞过了，你直接像玩栏杆过去，不是，你可以转，越凄惨越狼狈越好，我觉得你真的是想我死。各位班兵，太子掉，有微微淡淡的哀伤。我真撞你，没有真摔。六，我真的撞到了，我真的撞到了，超痛，闷闷的。好，报四。各位班兵，请按照班长所教导的标准动作执行，不要紧张，不要害怕，各位的父母还等着抱孙子。你要让他们两个摔死是不是？我现在可能骨刺已经凸出来。五百障碍的精华，对，刚刚已经结束，对，后面的全部就是他们，对，都是他们的。到那个杆子旁边就变小碎步哎，对，而且好喘，在两脚步。对。累，好累啊，没有力啊，刚刚应该要发机拍的，对啊，就一下而已，一下就松开心了。你是最低的吗？没问题，这么专业，我每一集都很好领啊。我今天没有紧张压力大过，因为每一个我都不用过。到现在为什么可以摆这个姿势？你累是因为你要一直盯在上面，我没有一直。然后我累是我要爬上去。那那个跳跳跳的，我跳的也很累。我跳在干嘛？跳我要装，我还想爬，所以手要一直晃，一直 hold。那你在干嘛？我在骑车爬，也很累。出汗量是越来越大，他有点干，来帮我擦汗吧。